人气话题来看到这么奇特的画面出现在日月潭，出现了大鱼吞青蛙的景象。受到梅雨挹注，日月潭恢复了昔日美景，而其中知名景点九蛙蝶象现在只剩下露出大约两只半的青蛙。最近就有民众用空拍机意外拍下了这个特殊的画面，可以看到无形观景平台就像是一只巨大鱼的嘴巴，张开大嘴要吞了九蛙一般，画面看起来相当有趣。空拍机升空一拍，日月潭惊见奇景，水面上好像有一只大鱼张嘴准备吞了青蛙，画面相当有趣。一个鱼在吃那个青蛙，感觉很有趣啊，看起来很像这边有个眼睛嘛，然后有个鱼的嘴巴在吃这样子。这也是南投日月潭知名景点九蛙蝶象，受到梅雨挹注，日月潭恢复昔日美景，吸引不少游客前来。近期更被民众意外捕捉到这一幕，仔细一看，这弧形观景平台就像只巨大的鱼，九蛙仿佛就快被大鱼吞下肚，而其中画龙点睛的鱼眼更藏着秘密，它其实是少祖的祖坟。在前年整修的时候，把它设计为弧形观景平台。最近有民众从空拍的一个角度变成一个大鱼吞九蛙，属于无心插柳的一个有趣的一个画面。日管处表示，当初整修观景平台是为了让游客从任何位置都能拍到九蛙，没有发现这景象，无心插柳柳成荫，大鱼吞青蛙也成为另类亮点。记者曾如晨报道。